我跟你说个事儿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听说李宇冰要被骁龙队开除了。谢谢你跟我说实话。自从我受伤以来，状态一直下滑，网上骂声一片，现在前途未卜。所以广告商解除合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马经理那边也没什么好的办法。为了我，他那么个大宝贝的车都打算卖了，我真挺感谢他的。喂，我们在休息室等你。你们？对啊，所有人。